而且我看到一名网红重机骑士从桃园到苗栗来骑车撞车了。现在网络上流传一段他的主观镜头画面，显示是在跳狗链的状况之下撞车。画面上看到几名重机骑士一起，突然油门声音加重，这名骑士的镜头从平视前方抬高向天空，最后撞上一辆机车之后往前冲，撞到了路树，镜头在这时候停止了。骑士当场没了生命迹象，消防队员抢救呼吸心跳，不过最后他还是伤重不治。骑士23岁，是重机界的网红， IG 上有不少他骑车的画面。去年他也曾经发文表示自己爱骑车，不晓得哪一天没有办法跟心爱的人好好道别，就此离开，没想到一语成谶。好，把时间交还给彭内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